與施永青對談，今天講一講一些國際的議題，就是這個捷克的代表團就去了台灣訪問。另外其實美國那方面和台灣也都眉來眼去。先生，這個的變化呢，就你自己看會不會帶來這個的即是亞洲地區一些的政治安全風險？應該最主要就是美國的取態改變，即是如果美國譬如初初跟中國恢復建交的時候，他的盟友知道自己大佬採取這個態度，那當然無謂去炒和他啦。現在美國很明顯跟中國的態度已經不同了，跟中國他是採取敵視的，即是你不是普通即是可以和平競爭的人，你跟我敵對的，我用盡一切方法去難為你打擊你。那特朗普已經講我印象中他是講到明台灣派他一定打的了，因為這個是中國的痛處嘛，我當然要你痛的地方的啦。所以美國對台灣的態度跟以前會很不同，以前好像最近公布了列根時代提出來的一些對台的措施，基本上就是我會繼續受侮，我受侮不會徵詢你意見的，我也不會跟你周旋跟你搞好跟台灣的關係，我另外我也都基本立場不會改變的，我對台的態度就是這樣的了。我相信現在公開講明他以後更加大無私樣用這個態度的了，以前他照做，但是應該跟中共領導人打個招呼的，現在可能會做得盡一點。以前譬如不派官方人員去台灣的，派的都是沒有官職的人，現在最近好像衛生部長那裡直接去了。我自己看呢，當美國行這種態度之後呢，他譬如你看他要打擊華為，他都不是自己做算數的，所有歐洲國家初初說不會撤的，他都一而再再而三地去施壓的。那美國要打台灣牌，一定會叫他的盟友幫手一起打，跟美國企同樣的立場，所以一定會多啲呢啲人嘅，即係譬如佢議長，佢就未必算官員啊。譬如果你係總理、總統、外交部長啊，咁佢咧中國當然反應更加強烈啦。咁中國我相信要學習咧，唔係所有人去都咁強烈反應的了，你過多一輪可能不是隔兩個月才有人去一次，可能隔兩三日有人去的了，捷克去完可能就到波蘭去，波蘭去完就匈牙利、東歐去完就去南歐，西班牙又去那裡去。哇，如果那些不是官方人員的無謂出聲，出聲他特登來刺激你的，你出聲你都沒有用的，他都照做的，他擺明就是 要刺激你的啦。那你只能夠將條線劃得，即是某一條界劃得清楚一點，有些你就難道一去你就跟他斷交嗎？你斷不完那麼多的，我自己覺得他們有心要跟你切斷關係，最好你自己切。有我認為呢，就譬如他不是總統去，不是總理去你就隻眼開隻眼閉算數。
咁你亦都要睇下邊啲行為你做咗有殺傷力嘅，有效果嘅。邊啲講完佢唔睬你嘅，唔睬嗰啲你唔講算數嚇。即係你條界線要重新定過，因為人哋改變咗定位啊嘛。咁你都要改變定位。如果唔係咧，嗱，我之前都已經預見有呢個情況。我記得當早一兩年嘅啫，中國咪同一啲好細嘅國家，剩翻世界上剩翻好少國家同台灣仲有邦交噶嘛。咁中國就連嗰啲國家都爭取放棄台灣同中國建交。嗱，嗰啲細國好多時都睇錢份上啊，你有援助有剩，我咪同你建交咯。咁呢件事一路發生緊，發生靜記過嘅啫。咁做完呢樣嘢，美國係有出聲嘅喎，嚇、美國自己同中國建交嘅，但係佢出聲話：喂，你唔好將我唔記得實際講法啦。總之你唔好對台灣逼到咁甚喎，做咩連嗰幾個都要挖咗佢啊？嚇咁嗱，中國同嗰啲國家建交啫，同美國冇關係噶。美國自己都同中國建交啦，嚇咁佢講得呢啲説話，就係其實遲啲會維護台灣喺國際地位啊。咁你睇佢喺世界衞生組織幫台灣爭取席位嘅時候嘅態度，我都已經預期咗捷克事件呢類型嘅情況會陸續出現，即係一啲半官方噶啦，議員都係官方啦，但係議員唔受政府控制噶嘛，嚇咁會有不同嘅人去台灣，會設法提升台灣喺國際嘅地位。呢、這個亦都係作為打擊中國、打擊共產黨喺中國威信嘅一種手段。陸續會有嚟噶啦。咁如果係咁嘅話，其實嗰個你頭先所謂嘅，即係要重新定嗰一啲界線咧，係咪就好似你頭先嘅一啲嘅睇法，就話譬如，如果唔係真係官方高層次嘅，就可能就隻眼開隻眼閉，咁咧就同埋就係話重新向國際社會釋出一個新嘅睇法，而呢個睇法係要好清晰嘅咧。你睇邊啲位你要做啦？譬如嗱，你美國賣武器俾台灣，你都阻唔住噶。其他商業往來你更加阻唔住啦。咁你最多試下美國阻唔住，英國阻唔阻住？之前法國都賣過武器啦，嚇、咁要到中國，其實而家要做嘅其實係先做好自己嘅啫。即係譬如你嘅經濟替世界帶嚟嘅動力越嚟越多，世界越嚟越多國家要靠你嘅產品、靠你嘅科技嘅時候，你嘅勢咪大啲咯。你而家暫時未到呢個田地，你想講啫，講嚟都冇用。咁啊，講嚟都冇用，其實係仲失威嘅喎。咁我自己覺得有啲嘢就唔做算數，即係唔做嗰個捷克議長去台灣，可能冇咁多人報道嘅。好，呢一節同阿先生傾到呢一度。